革命期间，云南起义名将蔡锷和京都名妓小凤仙名堕情缘，实演旗帜护国讨袁的故事，已经成为了一段情与理、家与国交织的传奇。电影《知音》描绘的就是这段情缘，它表现了反对帝制、维和共和、知音遍天下的主题和人生难得一知己、千古知音最难觅的情怀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根据电影的主题歌改编的古筝声乐与乐队《知音》，演奏青年古筝演奏家任杰，演唱青年民歌歌唱家张其平，指挥王爱汤，有请。